好，来，同学看看我们的目次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啊，来到看到吗？山珍上学了哈。我们从啊之前相当陌生的目次，又来到我们熟悉的目次。同学看一下第七章山珍上学，也看到珍上界学、珍上心学，还有呢就是珍上慧学啊，又是回去讲界定慧哈。这个是大乘论是怎么安立目次？同学，我们看一看，它这一边呢，很明显就是它讲完了本论的主次啊，过后就成立大乘的说法，以所知义为主，主要是建立阿赖耶识。那么以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呢，它用论证去论证这个阿赖耶识是成立的。然后呢，这个阿赖耶识种种理论成立，还有就是有很多啊，它相关的问题呀，他被挑战等等之类的，他就进行说明了，然后又提到啊，这个阿赖耶识本身也可以呀、就是转染成净哦，所以呢，前面整个啊，谈的都是这一个，而且此外啊，他还有提到，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如何是会接受果报，然后呢，会造成果报，然后呢，造成形形色色的果报，然后如何造业，如何贮存业力，可以说啊，他前面已经把整个思想架构建立起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是这样这一个呢，我们在这边当他讲完了之后啊，包括一些就是因为啊，这个是大乘论它是有蛮多派系，在印度本来都有派系，所以玄奘当时带回来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诸家说法怎么样怎么样讲，怎么样这样子讲这个是造成混乱的地方。不过整条脉络我们已经看得出来，就是说它整个就是架构一个修行的模式怎么样同学可以告诉各位目前呢，像我们只是这样上课，我们是少了一些技巧了。那这个技巧呢，基本上啊，和二弟有静坐入门，都是希望你来静坐班，还有我们有一些气功班啊。那么明年呢，又有个忏法就是忏悔加上禅修，这是我们的技巧那么在外面呢，其实有一些啊，你也是会学到很多技巧，但是是没有背后一个理论架构在外面，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他通过家族排列，那么那比如说你跟家人的关系有问题，那么呢，他们呢把一般人叫来他全部好像通灵这样，会把你的问题演出来。他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技巧，但是他没有背后太多的理论又或者是说你去学一些这个以外比方说去学一些什么读阿卡西记录这样去研读别人的内心世界这样这些可能背后也没有个很高深的理论，又或者是什么 Reiki Universal Energy 这些来他就帮你解决问题。偏重解决问题背后没有不见得有一个很明确架构的理论，他会带你去哪里等等，不会那么明显那么这一些其实或多或少都有接触像师傅都有练气功，那么呢那些宇宙能量灵气我都有接触过，有认识过一些人所以这些都是拿来解决问题，它背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修道论那我们这边就有那我们是有，但是有时我们技巧缺乏，所以你可以在外面学一些技巧来解决你本人的烦恼然后呢，在修行才容易像我看那个家族排列是蛮奥妙的，我很早就看过它就是表示说因为它家族排列的一个讲法蛮有趣，它讲如果你本身跟家里的关系不融洽，这包括跟你的父母，甚至跟你的祖先等等之类。那么呢，他会有一些习惯会一代传一代的。那么呢，我有一个讲法，我也是蛮相信，就是其实轮回石器时是同一批人来的。所以呢，当你本身的祖先留下一些习气下来，对不对？整个家族有这个习惯，表示说。你们都是习惯了就是通过折磨别人的方式来获利的都是做生意或者是习惯贪污这样子那么这些其实你知道吗？你本身其实就是祖先其中一个来的所以呢，你改变你自己，你也可以改变你的后代这个理论，我听了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一些有时候我们佛法可以帮得上忙那么呢，就有时候不能的话就要找一些别的技巧来得到一些灵感，这样了这个就是叫做家族排列就是我
但我近来有看一些什么身心灵的那种东西哦。OK，好，回来我们佛教本身了哈。啊，同学，这个家族排列是这样子写的啦，给大家知道一下哦。它也是有很多派系啦，这一些这样哈，所以要 research 一下，搞清楚啊哈。我们也是去，需要也是啊，就是家族排列是去解决一个问题罢了啦哈，排列哈。这个他们呢认为这是心理学系。但是啊，心理学系认为他们是有通灵的成分在。那同学看到吗？哦，家族排列，这样子哦，就是你看到吗？企业管理、人事纠纷都可以用这个问题，团体有问题也可以这样子用，尤其是深层的家族困扰啊，找出解决问题。如果你发现，哎呦，你跟你的母亲啊老是相处不来，或者整个家庭啊，哦。经常会有一些东西很难沟通哦，那么呢，这些家族排列，它是一些技巧，让你们可以沟通，就是这样子罢了哦。他们这一些啊，蛮厉害的，他们哦，我们佛教本身啊，沟通不是我们很大的专长啊，这、哦、给大家见识一下了哈、哦。那如果你按图片的话，我看什么图片出来啊？家族排列哈、哦，就是这样子罢了啦。好、哦，它有一套系统了哈、哦，它是有一个啊。心理学家在非洲发明的啦，那他发明了之后啊，哦，他就用这一个啊，哦，来进行排列，然后呢，发现很奇怪，就是原来啊，每一个人呢都可以通灵的，因为啊，你整个家族啊会上升的哦，你会演套戏出来啊，包括里面有人堕胎，包括里面前几代啊人呢，哈，可能你的死得很惨，全部会展现出来的，哦，这样子。OK，有一点点小小的什么了哈，我也没有去深入啊，就是介绍给同学知道。我们回到了我们佛教的部分哦，我们就开始继承了哈，之前所讲的就是这一些所知相啊哈，我们整套理论呢哈，修行理论是非常完整的哈，架构出来了的了，非常完整哦，整套架构出来哦。那么接着下来哈，就是我们去到啊哈。看戒定慧的部分，其实戒定慧啊，我们先从戒开始看先啊，真上戒学三真上学，看到吗？和真上戒学、真上心学哦，还有真上慧学。我们先看真上戒学哈，戒学比较短，真上戒学跟真上心学，同学请你看一看目次，你熟悉的打勾。有兴趣的打两个勾，完全不了解的打叉，来试试看。来，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好了，可以 zoom 举手了啊。啊，全部不明白就全部打叉了哈。因为好了，两位好了，三位好了，OK，四位好了，过半了。来，玉华讲一讲哦，就是哪一些你是有兴趣，或者是好像不知道讲什么的哈。真上戒学听过，但是如果师傅是叫我们看那些项目，懂不懂啊？其实我是不懂的，这些看项目看这一点。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好，OK，好，对啊，真上心学嘞，哈，哪一个真上心学？啊，这个嘞，哪一些？内容是不懂啊，实在的。是哈，可能只有两个字表示认识，就是神通的两个字哦。
而且他全部看了不知道释迦牟尼。OK，好好，同学是正常了，基本上啊，就是因为他梵文的关系哦。你看他之前你是在看目录，也不知道讲什么鬼的哦。但是诶，我们已经上完了哦，对不对哦？重点也画过，诶，也上过，可能要你讲一下也讲不出。不过你去翻了，诶，大概知道他讲什么啊。所以呢，可能这个就是梵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大乘论啊，如果要推广啊，哦，如果还是保留这样的原汁原味哦，不容易推广了。因为基本上连你们了哈，都唔知个乜了哈，连标题都看不懂了，不容易引起兴趣哦，应该算是比较深的课程这样哈。好了，同学，我们就这个就没有关系，我们这些就来到啊哈，它的内容真上戒学的部分第一节。好，来请小钟读一读，有请。讲，17章三真上学第一节真上戒学第一项处戒说处，如是一说因果修差别，始终真上戒殊胜，云何可见？如菩萨真谛受菩萨利益中说，依真上戒而修学，名为真上戒学。关于菩萨真上戒学的戒体。戒相等，本论并没有一一的解说，只是说出他的说处罢了。如菩萨地正受菩萨律义中说，这菩萨地是瑜伽17地论中的第15地，在这地中有一戒品，广谈菩萨的律义。真谛又说，这菩萨地是指10地经中的第2地。十地经中的第二离垢地，却乎也说到菩萨的戒法，但本论所指的应该是瑜伽论。瑜伽先处，摄论后照，在瑜伽界详细说过，这里指出他的说处就是不需重说了。嗯，好，没关第系，二小钟是。可以啊，可以停一停，里面蛮多内容哈。小钟这是读律仪啦，哈，发音是律仪，哈，好的。好来，同学，我们先画重点了，很多内容一下，哈好了，可以 Zoom 举手了哈。好了，同学看一下这个开始啊，哈，这个三真上学就说真上觉戒学了哈。同学有几个名相哦，首先第一他说哈，依真上戒而修学，名为真上戒学。你看啊，同学依真上戒啊，哈，这个真上哈还是要查一查，有时一下子间不好读啊。一真上哈，令其真上哈，看一下哈，佛教真上身哈，真上 OK 哦，自真上三学哈，真上我看一下先哪真上戒学啊，就在这里了。这一个呢，在阿含经有这样子用过哈，
然后呢，分别指真相。OK，好，真相这边是有一个是 adisila，同学可以写一写真相戒学哦。既然它是用adisila 哈，是希腊在这一边哦，这样子啊。我看一下显三学哦，OK 啊，它学是 sila 来的哈，adi 就是真相，adisila、adicitta 和 adipanya 哦，所以呢，学字就是 sila 来的哦，sorry 哈。好了，我们看一下哈，这边这样子的一个情形，adi 哈，不过看一下哈，这个 adi 哦，我之前有看过一些讲解哦，不过不是很理想，只是写到 adi 罢了哈。看佛光大师的有没有写好。我之前听到个解说，就是所谓真相戒学哈，就是你持戒哈，是为了成就定的，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有听过一个这样讲法了哈？好，五种真相啊，真相有了阿底巴底哈，同学，真圣上进之一，以及加强力量，以助长进展作用，令事物更显强大。同学有意思。意思就是讲啊，吼，你让它增伤，让它的戒强大，令它变得更有力量。为什么这个定义那么重要？同学，你简单来讲就写啊，吼，是真圣上进之一就足够。为什么会这样子提啊？因为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戒律啊，或者是修定修慧，往往很多时候啊，吼，可能啊，就是因为它是古代啊2000多年前传承过来，那么它里面有很多形式的，那我们呢、有时候啊会落入啊用形式来持戒，然后过啊它的戒持了啊，并没有真上的我，它只是啊有做到个形式，然后呢比较好看啊。举个例子哈、比方是说啊，我们呢在戒律里面呢啊，就是偷渡苦行啊哈、有一条啊是叫做一坐食啦。为了避免贪欲，就是一坐下之后啊，你吃东西是不是不可以站起来再拿了的我？这样哦，那我其实我以前有认识一个啊师兄弟，也是出家人哦，他是对戒律很向往，不过他持戒的方式啊，没有真，我看都没有真上，他坐下真的就不起来，但是他叫别人拿给他比如说他看到市民，哎，市民去拿辣椒来给我，哎，秀烟在哪多你烧包给我这样。他说："那我一坐死啊，坐是没有动啊，但他叫别人拿给他，这样哪里有真相呢？啊，在类似是这样哦。所以同学，如果你持戒啊，你的不了解戒的精神啊，就是那个外面那个是像有做到，但是你都没有制止到贪欲，就没有真相啊。所以同学，我们讲这种真相，加上个真相啊，就是避免啊，就是在解读的错误而造成形式上的持戒，形式上持戒是没有。"就说啊，它真的是形式，并没有什么真相的哦。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词哦。OK 啊，读一点点。那这边来讲啊，据《大毗婆沙论》啊，婆沙的记载，他说：“若依真上心论呐，真上心论道啊，是为苏丹兰经。”OK，什么意思？同学，你看呐，同学，苏丹兰呢是 sutra 来的。他说：“若依真上心论道，他说啊，你要让到那个心啊加强的话，应该是什么？他说应该是通过经，经就可以让你的啊真上心论道，就是啊在定的部分呢、会真上。那么如果是戒真上的话，应该是 Vinaya 来的。那么如果是依真上论的话，就是阿毗达嘛。所以同学看到吗？”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是听到一些老和尚开示，他说：“哦，戒定慧啊，你要把戒持好，你应该看律；那你要把定持好，代表就是经。那么呢，论的代表就是慧，所以戒定慧就是经理论。同学看到吗？啊，原来出处来自于《大毗婆沙论》，所以你可以写下哦。原来《大毗婆沙论》的出处就是讲戒定慧是对经理论的。”不过这是一个 general 哦，就我们有个概念知道哦，所以同学啊，当你筛选上阿毗达摩像这边的像小钟啊，特别上阿毗达摩的论语，你觉得也是，它偏向慧学的，它都会很明显告诉你解脱的细节。
对不对？哦，但是禅定技巧有讲到一些，不过你看得出，哇，真的是很高明哦。啊，那记忆的内容不会太多的哦，所以呢，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此，同学，如果你要界定会平衡啊，你经律论啊，必须都要学习到哦。所以大体上啊，戒的部分基本上静坐入门呐，哦，啊，就五戒就讲得蛮仔细了的了。好，那么呢，经的话和就是定的部分啊，定的部分呢，基本上啊，散落在成佛之道啊，清净道论呢，摄论全部都是有的哦。学佛第一步，散落在个别的地方。那论的话哈，基本上专精的啊，就是在成佛之道的三乘共法，还有阿毗达嘛啊，就专精了哦，这样子哦。啊，色达智论这边其实它的会的部分呢，哦，对于蕴触界的描写琢磨不太多，反正比较偏重在谈阿赖耶识的建立啊。好了，我们再看一点点的哦。然后他讲什么？他说啊，他说啊，唐是唐译色达智论，就是由唐朝翻译的色达智论卷译啊，就是我们这边会有读到啦，好啊，就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哦，这个就有了了哈。啊，同学你再看一下啊，他又引。大乘阿毗昙杂集论，看到吗？所以同学，你看一看，如果这样子看来的话，哦，婆沙论有引证，杂阿毗昙行论。同学，杂阿毗昙行论啊，是婆沙的summary 加 commentary 啦。好，杂阿毗昙行论我们就要开了哦。俱舍论显扬圣教论，这表示啊，这个真相，同学，意思就是说，全部这一些阿毗达吗？还有就是，尤其是阿毗达吗？相当重视，所以你知道哦，这个真相这两个字啊，哦，是啊，阿毗达摩很重视，所以阿毗达摩是很重视修行的，因为每一个啊，他都是要让你的戒如何加强那个功效，定如何加强，慧如何加强，好，这是特色来的哦。好了，同学，过我们再看一下哈，啊，这边有一点点内容啊，杂集论他讲啊，七种真相，同学你看一下，他说啊。同学可以听一听，先没有关系。取真相，哦，他讲了，眼睛、耳朵对境界啊有真相之力哦。当然呢，眼睛、耳朵啊对外面啊，哦，你会更加听得到东西，越听啊，哦，就越清楚，耳朵越听越清楚啊。现代科学讲啊，更多神经建立，尤其是孩童了。然后呢，身真上啊，什么何谓身真上？他说啊，哦，男女对于生胎受孕有真相之力。看到吗？哦，他说啊，哦，要如何让生真相？这个是生殖了啊，男女本身啊，可以怀胎啊，就可以真相之力啊，就是啊，哦，加强生殖的能力哦。过呢，有助真相，这个是命根对于色身等助真相之力啊，就是啊，我们呢，哦，同学，我们的这个身体哦，可以活着，因为有命根的关系，所以这个命根呢，让这个色身得以维持下去。哦啊，这个命根本身呢，哦啊，这个命根呢，命根里面呢，阿毗达摩讲有明法命根，也有色法命根啊，哦，所以呢，我们生命可以得以延续，就是因为有这个命根啊，哦，明命根跟色命根这两者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也是用真相哦，所以这里的真相啊，哦，可以是一个很特别的 topic 哦，让我们去了解真相的含义。过后啊，哦，它其实是汇聚别的佛法哦，在这里了哈，哦，受用杂染真相。那他讲了哈，哦，对苦乐舍根等五受根，对于得生不悦心悦等等有真相之力。这个阿毗达摩有讲过，同学你看呢，啊，我们讲受用啊，基本上啊，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他说这些感受啊，哦，啊，你能够啊得到不断的强化，这个情况就叫做受真相。不过他用杂染两个字，因为啊，哦，他有善跟不善呢，哦，这样子，哦，然后过后你看他清净真相，何为清净真相？他讲啊，性根、清净根、念根，还有五根啊，然后还有这一些哦，同学这些未知、欲知、知之以这些三个啊，是圣人来的哦，
等三根对于世间诸事间的清净法有增上之力，所以他讲啊哈，这些心经念定慧这些根呐哈，他们呐哈，在阿毗达摩来讲啊，这个是信心所，这个是精进心所，这个是念心所。他说这些种种的心所，对不对？他们对于啊世间跟诸事间哦有增上之力，可以让他强大的到哦，对于这些世间诸事间可以强化哦这些心啊精进念啊这些根哦，可以让他增上。这个不难理解啦，同学啊，不管是世间出世间哦，世间呢，你工作都好，你的工作啊，你对啊，老板有没有信心啊？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就是心梗来的了哦。那么呢，出世间的话哦，你对于啊，修行很精进啊，就是精进根就得以增上哦。包括 terbalik 也是一样啦，哦，这一些其实它可以增上啊，其实也是可以堕落的。对吧？好，嗯，通常听到负面你就堕落啊，听到正面就增上哦啊，所以呢，我们报章啊的新闻啊，新头的半，除了第二面是正面以外，就那全部啊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所以啊，有些人讲不要看报纸啊，有点对的哈啊，不过就看你如何看待哈，要学习警惕了哈，看到负面的新闻这样哦，嗯啊，像那尾巴站着，我已经没有看了，也不想再看了咯。哦，所以也跟我一样，已经没有去看尾巴站着。哎呀，四月哦，很好很好，改天我们去喝咖啡，我们讨论不看尾巴站着的心得。啊，我要去看身心灵啊！哎呦，真的是好啊！所以这些由我们知道啊，这东西会让不会让我们增伤，会让我们堕落啊，所以我们会远离，知道吗？啊，同学还有田增上哈，你看啊，他说田增上什么？他说共业啊哈，对于三合等七世间升起有增上之力，哇，这个蛮有意思哈。说他讲啊哈，啊基本上啊哈，共业会影响到三合等七对咯。现在不是有什么 CPO20 吗？他讲啊，我们啊哈，1.5度啊，会提早到来，早70年到来，就是提早灭亡了啊！这个就是七世间是我们的工业啊，嗯，那个会议啊，排碳最多的中国跟印度两个不出席，有什么好讲，对不对？哦，啊，所以呢，这个啊，这工的业力它不一定很抽象的，很多都是在我们的心里哦，所以大家都要盘算哦。然后啊，最好笑，他们讲了哈，居然在阿拉伯助产士有国的地方谈。排碳啊，然后一面开会啊，阿拉伯人啊，一面找生意啊，所以啊，我看到报章大概几段，哎呀，都在塞这个会议啊，好笑。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的共业了，因为都是我们大家哦的意念去引导那个方向往这个去哦，其实是善恶一起跑了哦，就是看了哦如何进行制衡哦。不过我是觉得啊，应该还没有像 COVID 这样啊烧到眉头。如果像 COVID 这样啊，烧到眉头，大家一定改变的哦。他可能呢还有时间给慢慢拖哦，所以呢，紧急就会改变。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共业了啊，对我们的三和七世间的哦，啊，这个是负面的影响。直受增伤，同学是什么？地水火风四大对色身香味所造是有增伤啊。的确了啊，同学，我们地水火风啊，就身体里面有地水火风，叫做四大。那么呢，色香味啊，哦，所造色。它会增上，因为我们的所造色啊，基本上啊由地水火风制造哦。同学，我们假设啊，我们有个 molecule 哦，叫做色法啊，就是所谓的色聚。molecule 里面呢有地水火风是最基本的。如果你当这个是细胞的话，就为地水火风。这个细胞里面呢，就大概讲一讲哦。我们用一些世间学帮大家理解，这其实都是阿毗达摩来的哦，都是要上的 cell。老同学看一下，这个就是细胞来的哈，我的 spelling 不大对啊。那这个细胞，同学看到吗？嗯，那如果说这个细胞本身，你看有很多物质比较坚硬的，这个是地大来的。然后过后啊，它们呢有流动性，是水大来的。然后呢，这个细胞里面有热有冷，就是火大来的。然后整个啊的推动性啊，哈，就是风大来的。所以这个地水火风本身呢，哈，它也是构造里面所有啊，哈，比较微细的营养啊，哦，因为里面呢有营养，这个都是大小肠啊，化掉的营养，通过血液啊，哦，把葡萄糖啊、蛋白啊进来。那这些蛋白、葡萄糖、营养叫营养，这些叫食宿。
都是里面都是地水火风，哦，他讲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然后明法命根，包括明命根啊，因为有些东西是很难讲出是哪一些哦。那么呢，所造色还包括性根色，那性根色就 chromosome 咯，chromosome 也是很具体的嘛，看得到有地大在里边这样哦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同学理解得到哦。所以同学看一下，我们讲啊，这个真相本身啊。就包含这个哈、哦、啊，这个真相啊，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啊，哦，它就可以强化这些色香味触等所造色哦，所以基本上地水火风强大哈、哦，它就可以哈、哦、让到啊哈、哦、这些里面所有的构造啊也跟着更加的强化这样子哦。那地水火风啊怎么会强化哈、哦？应该还是来自于营养啊，有供应营养。然后它有火大，哎，它就开始有生长的力，它会开始卵化，会有成熟，会老化，会增长，不慢慢也会趋向消灭这样了，啊，所以我们呢会越来越老啊，所以这边的人呢就新陈代谢就越来越慢，然后碳水化物就越吃越少，因为已经呼吸都会胖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些都是啊，好，很自然的一些现象，身体老化的一些迹象啦，这样子哈。好，来过我们再看一看呢，哈，佛法要谈什么东西哈？那过他讲啊，他说上气是22根，看到吗，同学？这些全部阿毗达摩哈，南传阿毗达摩都有学到哈，但是这边是北传阿毗达摩都共通的哈，啊，这些就不去理他哈，嗯。啊，所以呢，你看他真上哈，不只是有戒定慧哦，还有智真上、悲真上、性真上、念真上、见真上跟修真上，看到吗？我发现了哈，我看差不多课上完了，整本《佛光大师典》给我们读完了。我没有想过我会读字典的，你知道吗？哎呦，我听到那些人呢、啊，我们你知道吗？我们英文啊，阿毗达摩有一个背字典的，有个、啊、很厉害，他背字典的中学，你知道吗？所以英文非常的好。那我们这帮人不要讲背哦，我们七七八八把《佛光大字典》读完，你讲佛学好不好？哎，我做梦想不到，我就能拿字典来教你们了哈、哦。好，来，东西看一看了、啊、哈。好，这样就完了哈。过我们再回来啊，看一看。他说这个就是真上，他说依真上戒而修学啊，哦，就名为真上戒学。而他说关于菩萨真上戒学的戒体跟戒相，同学，这个戒相是指什么？比方是说啊，哦，不杀生啊，不偷盗啊，就叫做戒相了啊，哦。举例，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哦，啊，就啊用譬喻就好理解啊，哦。比方是说啊，哦，比如啊，哦，不杀生。不偷盗等，这是戒相哦。何为戒体呀？啊，戒体是什么？止恶行善的力量啦，啊，止恶行善的力量，这个就是戒体来的。止恶行善哦，啊，基本上啊，哦，你看到恶的会自然不做，善的你会去做啊，这个就是戒体发挥功效哦。他说啊，但是啊，他的菩萨真上戒学啊，哦，他说啊，并没有讲这些东西。啊，经注论文有提到，他说，但是却没有讲到这一些，只是讲他的说出是 reference 啊，出处了哦，就他讲啊，如菩萨地，要这样子来解读菩萨地，正受菩萨律仪，中受啊，这样子哦，何为菩萨地？同学，这个菩萨地是瑜伽十七地论中的第15地哦，啊，这个瑜伽十七地论呢，啊，这是瑜伽十地论来的。瑜伽师地论应该第15地开始是菩萨地哈，那我们如果找的话，就直接看西北大哈，西北大啊，我看我们找 Wiki 先哈，因为啊，有时候啊，原点太过弱了啊，瑜伽师太过弱了哈，这边呢，它有 summary 给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哈。不要再回去，哎，同学看一下这边呢，啊，不断的强调的瑜伽论，来看到吗？瑜伽先，瑜伽后，他说瑜伽比
先有过世论灾后啊，这个瑜伽哦，里面又有菩萨地，它指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同学看到吗？Yoga Chara Bhumi Sastra 哈，同学看到有个地嘛哈，就是 Bhumi 哈，跟马来文一样哈。Yoga Chara 就是瑜伽师啦。同学，这个瑜伽师哈，主要是指修禅定的人哈。它 Yoga 这个词是跟哪哈？我们讲的外我们那哈那边那些哈练体位法的那一些道理那些不大一样哈。那我们看一下哈，然后呢这个论啊，他会用瑜伽论啊，他就 simplify 了啦啊，论就是 sastra 来的。同学你看到吗？救命十七地论啊，所以呢十七地，同学看到吗？所以他讲瑜伽十七地论，他用的就是救命来的。那么十七地里面第十五地啊，讲的是菩萨地，那么先前之前讲的就是声闻地，看到吗，同学？佛教瑜伽行唯识学派根本大论啊，唯识这个是唯识学派的啊，所以同学基本上读了这个啊，其实对于这一些已经是七七八八理解了的了。哎，同学呀、啊，你们呢读那么多戒定慧都要去禅修哦，练个气功都好，可以了解吗？一定要哈、哦、啊，不要读完一本论再读一本论，我是一定不停，因为我教育系统让它跑动嘛哈、哦。但你们一定要去禅修，去练个气功都好哦，它才容易啊跟这些修行啊进行结合啊、哦、啊，即使是啊哈、哦，你去潜水 free diving 哈、哦，2分钟不呼吸都好。哇，达到那种五盖振幅都好，哎，都好啊，这些都一定要去体验它哦，形形色色哦，啊，或者有机会到外国啊，遇到一些土著沙门呢、啊，是他什么 psychedelic 来体验哦，是天人啊合一的结合，或者是气功丹，什么都好哦，一定要去灵，我们所谓的灵修哈、哦，一定要去修哦，啊，这样子哦。好了，我们看一下哈，这边就呢，就是看到嘛，好啊，这边就讲一切乘啊，进行果灯法都在这里出现，然后呢，修行法门就属悉观不净观啊。我们学了七经大论一读啊，就知道哦，这些都是很熟悉的东西来的哦。那他有讲啊，十七地嘛，好，来我们看一下，直接就来哈，啊，这边就是这边地啊，他说来十五地菩萨地，看到吗？那十五地上面的就叫做独觉地。第13地的就是声闻地，同学你可以简单写一写了，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哈、哦、这边有菩萨地哈、哦，就是第15地来的，然后呢再加一加料，那就是呢声闻地是13地，独觉地是14地，就是说啊瑜伽师地论呢、啊、十七个地里面啊，会分别去解说声闻、独觉、菩萨啊，每一个去说明他们等等的现象，这三个都是圣人，都是我们熟悉的啦，哦，啊，那么在网上，同学你看一下，就是什么地文思修地，哎，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文思修，然后各位同学就看到嘛，哈，啊，这边前面这一边呢，哈，就有这一些，哈，啊，五识声香音地，一看知道谈五蕴了，他们五蕴就谈什么？就谈意了。当然嘛，好，五蕴他们要谈机哦。然后各位同学看到吗？呢啊，有寻有思这边就是谈禅定的境界咯。Samahita 啊，也是谈定有关的境界。Samahita 应该是啊，定引发慧叫 Samahita。然后非 Samahita 就是不引发慧的是什么呢？就是五盖来的。然后过呢，就有形地、无形地哦，这一个就比较不熟，其他全部啊，哦。啊，同学，你看到吗？你这个佛学，因为我已经讲了《经经道论》了，我一回来这一个，这本我没有全部读过的，一看你大概就知道了啊。所以呢，它是有共同的哦啊，因此佛同学，你只要读多哈、哦，精通一些，哎，又挖任何一个来读，哎，原来都难你不倒的哦，你都会看到熟悉的东西在哦啊，所以这些都是啊修行不离开的内容，因为它的标题顾名是瑜伽师地论，所以全部的内容啊不离开修行啊，完全紧紧扣着哈、哦、它来谈呢、啊，好、哦、这样子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哦，然后过他有讲啊，他说啊哈、哦，他说啊，这边呢、啊、他说啊真谛啊，又说啊这个就是他把别的讲法拉进来了哦，他说菩萨地是什么呢？十地经中的第二地来的。第二离垢地哦，因为我们呢，哈啊，这个是另外的解说了哈，我们可以不理他哦。啊，这边他有讲的说，瑜伽先处，色论后照。
所以意思就是讲呢，他和、哦。就不再说，不再去详加说明，因为已经瑜伽论已经详细讲过了。所以按次第呀，哈，如果他们专门修唯识学，应该都会先教瑜伽师地论，过来再教色大乘论哦。不过，可能色大乘论好处是它会包含了啊前面的瑜伽师地论啊，通常在后面是比较圆满的。像我们读了色阿毗达摩一论，对不对？同学，你读熟了是，你会去看阿含经，你发现哟。怎么那么容易的啊？你全部你可以解读的，因为他在后面，他把前面的全部消化过了，就让你方便。如果你自己拿含经来读，哎，你很难贯通得到的哦。所以可能是大乘论嘛，我们开这个课也是错有错着哦。不过啊，我师傅觉得啊，整个社论读到现在哦，他的阿赖耶识，我觉得这一个啊，是佛教啊。唯识学很高明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解说啊，哦，很合理哦，业力的贮存，过呢业力如何形成果报，过呢如何啊转世成智，一定要配合啊现今的大脑学来讲，不然的话不知讲到哪里去嘛。啊，如果是配合起来哦，他有他的专长，虽然是不过心路啊是阿毗达摩专长。不过这个心路啊，过啊，我有发现，师明还记得吗？原来啊，是舍利弗阿毗昙里面也有这个心路历程的，对不对？师明还记得吗？好，我们上说一切有部，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哦，整个佛教是有脉络的啊。因此，同学啊，你学很多，把它综合起来啊，就得到啊和佛教的优势。那么这些你懂了啊，你只剩没有禅定和慧的技巧罢了，知识你已经有了的了哦，这样子。来，同学，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了哈。好，第二项啊，就是辨识殊胜。然后呢，第二项读了甲，再读乙。乙的话有一段把它读完。来啊，有请修燕把它完成呢。修燕，你看你的讲义来读哈。第二项，辨识殊胜，复次，应知列由是种殊胜，复此胜殊胜一，由差别殊胜二，由共不共学殊胜三，由广大殊胜四，由甚深殊胜，菩萨的真上界。殊胜于小乘界的，这可由是义来说明。差别殊胜者，为菩萨界有三品别：一、律仪界、色善界、三饶欲有情界。此中律仪界应知二界建立义故。摄善法界，应知修集一切法，佛法力，建立义故，饶益有情界，应知成熟一切有情建立义故，差别是有是品类的意思，小乘界的品类少，大乘界的品类多。所以大乘界是殊胜的，大乘菩萨界有三品别：一、色论已异界；二、色善法界；三、饶益有情界。像在家二众所受的五戒、八关斋戒、出家五众所受的比丘戒。沙弥戒、比丘尼戒、沙弥尼戒、四叉摩尼摩那戒都是律仪戒，是器众弟子个别受持的，它的功用重在消极的防止、防范、防非止恶，菩萨的戒律仪。戒律仪，菩萨的律仪戒，像梵纲戒、
瑜伽界是七众弟子修学大乘的通界，并有戒即行善利身的功能。这里的利益界为善摄善法，饶益有情，二界建立的所依。后二界要依律仪戒才能成立，要自己先离恶，才能进一步的修持波罗蜜多的善法，以饶益成熟一切有情，而且不修善法，不利有情，也就是违反菩萨的律仪。这自他二力的功德，都是欲离异界的防非止恶成立的。摄善法界建立在自己修集一切佛法的功德上，菩萨所修的波罗蜜多都属于此。饶益有情界建立在利益成熟一切有情上，如四摄、四无量心等行门都是。大乘菩萨有三摄戒境界，小乘没有后二，所以大乘戒殊胜。秀艳呐，会不会读起来觉得好像很困难？这样会不会？很拗口。啊，对对对，OK，这个是正常的。以往啊，我们诵戒啊，初一十五哦，我们会诵声闻戒跟菩萨戒。菩萨戒我们诵的就是玄奘翻译瑜伽师地的版本，很拗口的，因为它很多啊是直译梵文翻译过来。不过呢，你当你重复不断读很多遍之后啊，你会慢慢的会读到顺，反正蛮喜欢，他会更容易明白。啊，太多很难的。OK，好，哦，知道，是这谢样子谢。啊，是这样的哈。好了，同学们慢慢消化哈，这样子哈。秀艳啊，这是读饭网了，好，饭网界不是饭缸界哈。
好了，可以 Zoom 举手表态了，各位同学。好，同学可以高抬贵手。我们又回到来呀，最基础的戒律了。同学呀，他的结论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大乘戒比小乘戒殊胜，主要是大乘戒有三个点呢。同学，首先大乘戒本身呢，它有它的律仪戒，就是说你是居士，有你居士基本的戒要守。我们出家众有我们出家戒要守，它律仪戒有了，对不对？过呢，你一定要尽量去利益众生，所有利益众生的善法你都要修。过呢，你要尽量尽你能力去利益众生因此它的独特就是它有三句境界，但是声闻没有，尤其是后面两个没有，它只有前面那一个就是律仪戒。所以律仪戒基本上就是我们防非止恶就是律仪戒。所以同学看到吗？经常我们讲哦，不杀生、不偷盗，都是不，这些通通是律仪戒来的。那我们通过这些东西都不做，对不对？OK，但是菩萨你只是这样不够的。完了之后，他说你必须要可以摄善法。当你不杀生、不偷盗之后，对不对？接下来你要积极的去护生，你要积极的弘法，你要积极的赞叹别人这样子，所以他一定会多一个摄善法戒。然后过呢，这个摄善就是尽量善法可以修的修，然后呢可以利益有情的机会，一定去利益有情。所以呢，比如说那个禅修的法门，我们讲四无量心，就是跟利益一切众生有关所以它会都会跟这些进行结合啦。而声闻是没有后面这两个，只有前面的消极的防非止恶所以呢，这个就是他说菩萨戒殊胜是在这里主要都是为了众生这边的挂钩了。同学这种利益众生的这一个它这个戒律一定要跟定结合的，因为我们对于一些人士，他可以在修定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跟众生合为一体，就是一种定的成就这个我们讲就是大脑的 default mode network 停下来功能过后呢，你就产生你的那个大我就会跑出来。你感觉全部的人跟你结合起来，当然你的定退了之后，你会打回正常。不过那个经验就会让你爱惜世界所有的众生。我敢讲那些会打仗的，他们没有体验到的，所以他们会讲我是我，你是你。那么呢，我不把你干掉是不能这些是非常强烈你跟我的分化来的。所以他最好的代表应该还是 Mother Teresa。Mother Teresa 会把所有的麻风病人抱起来带回家去。他说：“当我碰到麻风病人，我碰到了耶稣，因为他有曾经有就是有残像祈祷出现残像的经验这个未必我们每个人都有，因为入定打坐出现那个大我一切众生跟你综合起来，不是每个人会出现这个现象但一旦出现了你会往你会有这样子的注定之后，你有这样的 perception，你会完全不一样跟一般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你的一部分来的，你会没有办法舍离他们。所以菩萨戒所以他这个只是像戒跟定隔开他很难提升，一定要有定的这一个，他的戒才会持得好的。然后你为了众生的缘故，你努力的去修慧，因为你不开悟对不对？你会给众生气到半死，对不对？就有这个现象。所以就这个缘故，为什么还是鼓励同学去修定呢？原因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去修方法如果试来试去不行的话，还有别的方法所以呢，我进来去看一些什么身心灵就是帮忙解决五盖。不过这个喝咖啡的时候才能慢慢聊有还有很多技巧的，全部可以搬过来帮你的五盖，因为你五盖不除你定很容易修上去，难修得上去。五盖去除，还有你的身体，要够健康各方面够健康，合起来才容易成就得到同学，我们看一下它整体内容就是这样来，我们看一下它讲了那。像他说，在家二众受的戒跟出家众五众受的戒都叫做律仪戒
绿蚁啊，应该就是萨瓦拉来的啊，同学可以写一写哈。谢谢一位同学，可能很熟悉，就顺带啊学点巴利文或者是梵文呐。好，绿蚁界应该只有佛教才有哈。绿啊，对了，来萨瓦拉西拉，同学可以写写了啊，萨瓦拉，绿蚁来的。看 ChatGPT 啊，ChatGPT 反映不到出来哦，他不大了解哦。后面的希腊世界哦，同学留意啊，S 啊上面有一个点啊，那些啊，I 上面一画，你一定要照写下去哦。这个它跟呢罗马字母有点不一样哦，它的 A、B、C 上面呢有加料的哦，有是不一样的特征。好，这个就是所谓的 samvara 哈，来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所谓的 samvara 是什么？消极的防非止恶，所以我们的、你们的五戒啊，我们的五戒哈，很明显是消极哈，不杀、不偷盗这样哈。但是如果菩萨的律仪戒，对不对哈？就怎么样？兼积极行善利生的功能，就是它有啊哈，积极的利益众生这样哈。然后他这边讲啊哈。这里的律仪戒啊，为摄善法、饶益有情、恶戒建立所成，就是哦，菩萨戒的律仪戒、菩萨戒的 samvara 包含了饶益有情跟摄善法。摄善法就是把所有的善法都包含起来，都整理起来。过后饶益有情就是成熟有情，就是度众生的意思啦。所以两个 combine 起来，所以他说哦，要有这两个才可以成立得到菩萨戒的的律仪戒的。所以他说要自己先离恶，才可以修善法，以饶益成熟一切众生。所以要一定要自己哦，先离恶哦。我进来我吃饭的时候啊，都看了哦，减肥的视频啊，因为台湾有一班医生专门教别人减肥，那他们呢第一个视频就先说。我以前90公斤的，我现在70公斤。为什么我减肥？因为啊，我在诊所看病啊，我叫我的病人减肥啊。我的病人讲啊，医生，你都肥到像只猪一样，你还叫我减肥啊？他说他的玻璃心碎得满地都是，下定决心一下就减了20个kg，减得更好看。那班医生全部啊都是肥猪来的，哦，那个啊就 COFIT 了。啊，同学是这个啦，你有兴趣可以看。我现在吃饭都看这一些啊，你还是很有胃口的，因为这帮人减肥跟我理念很靠近，就说我们有方法，不会挨饿，然后很快乐啊，但是依然会瘦哦。就这帮医生了，这帮医生之前全部肥猪来的，你知道吗？很好笑，全部减20公斤，你知道吗？啊，就是这一班的哦，他们现在台湾啊竞争很厉害哦，所以医生全部啊上 YouTube 啊，哦，叫 COFIT 啦，同学哦。就是这一个啦，就是这个团体啦。待会你就打进去 YouTube 哦，哇，他是一个医生团队，蛮多都是30来岁上下，很年轻的哦。不过很多都是肥猪来的哦，都是啊，医生都是变得很肥胖啊。过后他们减肥成功，就组成一个团体啊，哦，然后拿自己做试验哦，啊，是同学哦，同学啊，同学，鼓励你们看了，啊，因为你一边看了，啊，一边吃饭了，啊，他一边讲胰岛素，然后甲状腺、新陈代谢，依然很开胃的啊，但是你会吃得很健康啊，这样子啊，过后啊，基本原理掌握到，他会教你我们如何去吃 buffet 吃得很健康，因为你一定你生活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过后啊，他会教你我如何挑选这样子。他们30来岁了哈，哦，啊，不过我觉得只要营养学你看得够还是不难，不过一些细节就是他们经常会看论文啊，哦，他们会去看论文，因为医生的缘故哈，哦，啊，那么我也蛮喜欢看论文，所以我很喜欢啊，很多观念可以更加强哈，哦，啊，所以明白啊，就是说哦，原来哈，哦，原来啊，你们知道吗？那个加工速食啊，通常啊，不管是塑料也好，或者是外面那些香肠培根加工啊，你没有留意？健康饮食是完全呐，啊，都叫我们不要吃的，对不对？哦，原来它有医药报告证明，就是你有吃这种加工的东西，对不对？你每一天的卡路里每一餐58%来自加工的这些培根啊、hot dog 这种东西，
比起呀、啊，只是48仙的人，你的短命啊，是的八仙率啊，早死是14%，蛮厉害的，而且很容易引发哦神经系统的病啊、肾病啊，就是这种啊加工的 burger 啊、培根这一些这样哦。那么呢，我们塑料也是蛮多，但是我们问题就是塑料的蛋白质太过单一了，不是豆腐。就是鸡蛋，不是鸡蛋就是豆腐，你这样很难坚持。所以塑料啊，就有时候是配进来啊，就是当佐料配一配。那么在外面有时候就是吃一些蛋白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原理不难啊，这些东西它难是难在啊，你如何啊去持续的减肥？所以同学一样的，因此如果你本身呢，没有成功的先例请问你如何啊修善法，对不对？你一定是不杀生过后才来护生的、啊。一整天啊，看到蚂蚁啊就不放过他们的啊，放蟑螂，哎呀，我们也是可以放也是放，即使我已经放了半打老鼠了，哎，这个老鼠让你蛮讨厌的，因为你一大包的米啊，它咬了个洞啊，惨了。我应该丢完好还是不丢好？它会让你很矛盾的，你知道吗？哦，我对面那个跳动那个，因为破坏太厉害，他格杀勿论。我讲啊，你跳动神了，允许你这样咩？哎，他讲啊，给他火弄大了啊，照格杀勿论。我没了，我放生。那么，因为我们有放生的缘故过呢才有得来谈如何护神，因为他有方法的。我发现了原来抓老鼠，我不懂是不是给我抓完了我这个月又没有抓到老鼠了我上个月抓了半打，你知道吗？我每次都会拍照，不过不是发给你们看，发给阿泰他老婆看。哎呦，都是人很给力的，很怕的所以他讲啊，你一定要先可以护身，不杀生，过了再来护身，然后才会可以饶益有情，一定是 step by step。对吧？啊，你自己不杀，过呢再来护身，然后过再想如何利益他。护身呢，OK，不杀生办到了，老鼠照放。护身应该是就不会去保护老虎了、老鼠了的了。护身应该是在于身边的人类还有一切的众生。那么保护了，现在的护身，我是觉得应该要带到去环保课题了。所以同学基本上外面喝水用少一支水草啊，那么呢多带一些环保袋出门现在的护身呢，要把身扩展到地球，这个比较紧急。那些蚂蚁、昆虫那些是次要了在那些现在比较紧急是保护这一类地球。保护这里地球，同学如果你有去，同学进来有谁会去朝圣吗？去圣地朝圣，会不会有人去朝圣？没有因为我听到个讲法蛮好，他说所有的圣地不管是什么玛雅，或者是佛教的圣地菩提迦耶，或者是回教的麦加，所有的圣地其实就是地球的 chakra 来的，所有的圣地能量可以互通得到的。所以呢，因为现在地球开始很糟糕我们的东西很多开始毁坏，很多动物开始减少，不多元化，南极、北极雪又融这个那个这样，所以现在开始会很多人跟地球进行连接。我们佛教徒就是用禅修，那有一些一批人他们的巫师或者是什么一般的人，是通过吃 psychedelic 一些蘑菇或者是死藤水这些跟它结合，然后过后，还有通常是宗教人士跟这一些有进行跟地球进行结合，然后去保护它了，这样子我进来有看这个死藤水有一个我讲个概念，可能你们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这个地球你要当它是个生命？同学是有看过《阿瓦达》第一集的举手一下，《阿瓦达》。很多年前嘛，对不对？应该是 James Cameron 最卖座电影当时嘛，他原来有有几个情节就是跟死藤水有关，巴西的死藤水。一位同学在巴西那一边他有几个土著就是专门吃死藤水，他们叫 Ayahuasca，Ayahuasca，那这个 Ayahuasca 就是这个。
Ayahuasca 本身呢，就是一种藤来的。这种藤本身呢，他们的土著把它熬出来之后，通过个仪式喝了，你会可以呀、跟植物灵进行沟通这个就 Ayahuasca 来的了。OK，你喝它就可以跟植物灵沟通。那他们这些萨满呐，会通过念一些经咒，跟我们一样会念咒语。他们通过念一些经咒，然后你喝死藤水，你的大脑会进行变化，那些植物灵就会来，然后呢会教导你，你可能会体验到天人合一，整个人跟宇宙结合，你也可能会看到形形色色。独特的现象，每个人因人而异。你也可能会治疗创伤。那么原来我听今天我才听到，原来哇，他有两个。第一个同学记不记得？他们那些人不是用他的头发跟那个树一碰，他就可以跟树沟通，对不对？他的树有很多，他的祖先在那边，对不对？这一个 process 他们说写剧本的灵感是来自阿瓦斯加。这样子。第二个灵感就是里面那个主角他是跛脚的，但是他必须要进到去一个机器好像打鱼打药这样魂掉，他就会他的神识会离开，他会在另外一个世界活动，对不对？他全身变蓝，他会走动嘛，对不对？根据那套戏，这一个环节的 idea 也是来自 Ayahuasca，因为一喝了那个死藤水之后，跟我们一样进入禅定一样，另外一个世界会打。这样子，那如果你通灵体质的话，会跟外灵结合，他会教你东西。那这个也是一样，不过它是通过喝这一些而造成大脑的结构改变，而大脑的结构改变跟我们入定是一样的，可以了解吗？那么呢，这一个因为它是跟植物灵结合，那个大地之母他们有呼唤了，他说我们已经很糟糕了。因为他跟我们通通不到，一定要跟有定的人或者是这种现象才能他们那边已经有 get message 了咯，已经觉得很糟糕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经很糟糕所以这一些全部其实有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众生在呼唤着了了，所以呢，他现在很多流行，你知道吗？喝阿瓦斯加水，连台湾已经流行，市民以前在台湾有听说过吗？死藤水。因为你没有 join 那边的 group 你不知道因为你是跑佛教徒这个是另外一种跟萨满教有关系他们死藤水了这样子，那么呢这一些会越来越多都跟宗教结合，因为他们发现就是要得到这个讯息之后，然后大家会很努力更努力去保护这个地球避免它灭绝这样所以呢，我们讲护身的同学比较迫切的目切。目前呢，应该就是大家呼唤多一点的尽力的环保的课题多响应了。过他讲了自己离恶，过才可以饶益成熟一切有情。然后他想而且不修善法，不立有情，是违反菩萨律。看到吗，同学基本上你不去修善法，你有机会给立到有情是犯菩萨戒这边有没有人受菩萨戒？有的请举手。菩萨戒所以如果有受菩萨戒的话，他说你有机会可以利益人，你不利益就是犯戒了。不过我觉得受这个菩萨戒，你一定要对友情有兴趣，要对他热爱，对吧？我觉得，哎呀，我觉得现在你的感觉是，哎，我都是给我的同事气死。不然就给我的家人气死，对不对？尤其做管理层，哎呦，真的是怕都经常讲什么不怕神对手，只怕猪队友，对不对？哎，就是给你身边的人气死。所以这一个跟菩萨道里面你要爱护友情往往我们现实上感觉反正是友情是最难搞，因此我觉得你还是先学习读读为他心通这样懂得先跟友情沟通，你才可以说你才会爱护友情然后不断的就是护持他们，不然都很难办到的看到吗？不立友情，不修善法，就违法菩萨戒，很难做到的然后他讲他说设善法戒建立在什么？自己修习一切佛法的功德上面。
看到吗？这个就是摄善法啊，你必须自己修习一些佛法的功德，然后呢，菩萨所修的波罗蜜多就是这一个来的啊。然后呢，饶益有情啊，建立在利益成熟一切有情。同学记得，成熟一切有情就是度众生的意思啊，饶益有情啊。那这个饶益哈，我还想查查它的梵文，巴利文是什么？饶益有情啊。梵文的话，啊，这一个我们普遍很少这样子讲的哈，都是啊哈，在哦有啊，饶益是指富裕，啊，同学中文有啊，饶益是使人受利，同学这个 logic 啦，应该是中文来的，哦，饶益哈，很少这样子用，饶益就是啊哈，使人受益啊，梵文啊哈。梵文可能没有啊，应该是中文来的，同学哈，饶益哈。啊，没有啊，哎，有啊，四种饶益，饶益，哎，有啊，同学哈，只是梵文一下找不到罢了哈，饶益哈，OK，好好，饶益哈，Buddhist no dictionary。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了哈，Buddhist no dictionary 有啊哈。喻人法义之义，同学这一个定义比较好，同学，来，喻人法义啊，喻人丰富的利益哈，to enrich 啊，同学这边呢，喻人法义之利，维摩诘经这个比较像佛教的。解释哈，喻人法益，给别人佛法的利益，就是叫做饶益有情啊。不过还有个 context，你看下面他说富裕富足的意思，他说看到吗？他说这个是来自华严经，他说诸佛子，此娑婆世界东南方次有世界，名为饶益，看到吗？哈，名叫做饶益，喻人法益，菩萨啊，取以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啊，这个饶益就比较 logic 了，好，OK 哈，啊，也有一些就比较直接有帮助。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哦，《阿含经》里面经常啊有用到饶益，易饶益发，易饶益，易饶益，泛恨饶益啊，所以它饶益是有帮助，就是啊，对于佛法有帮助啊，对于啊，义啊法义有帮助，对于义有帮助，然后呢？众生饶益对众生也有帮助啊，所以呢，有帮助这个字也蛮好的哦，饶益啊。不过就梵文它不出现了哈，只有英文 enrich 啊。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他讲啊，饶益有情是建立在利益成熟一切有情上面哦。啊，他举个案例，他说四摄无量心等行门都是啊，四摄无量心。是啊，四无量行这样，然后他讲啊，小乘没有后面两个，那这两个没有啊，饶益有情，摄善法没有，只有大乘才有啊。所以呢，有时候啊，你遇到一些僧人，尤其是偏向南传的他们持戒的方式就是戒相啊有他只做的，戒相没有的他不做的。就是传统上它是这样子哦，我们应该举个案例啊，是了是了，他们就比方是说，一下我也举不到案例所以呢，就是它跟我们的区别的地方哦。好，来我们再看一看呢，好，供不供学出书生？我看一下我蛮长下哇，这个很长下啊，叫我看，我们这里停了，因为等下10点钟我们要开一开会议啦。那这样的话就这边这样子停一停，好，来，我们先进行回乡，好，